讲真实的，我足惊有一个什么万一，你知无？所以我唔才想讲，看是唔是有其他的方法，咱先卖开刀，用复健的啊。啊，死狗哦，安尼我手机店吼，我著甲放下，卖管，互我来照顾妈。啊，不过万一做复健袂好，安尼措施当手术时机变安怎哈？迄天我咧替妈加请假，看见妈咧遐尼简单的代志，伊拢无法度家己做，就需要人斗相共，我真正足艰苦的。我嘛无希望妈安尼一世人拢倒在眠床顶，啊，不过我甘愿妈去试看卖啊。妈是安尼勇敢的人，我相信手术了后妈一定会恢复的，所以咱要有信心，不需要安尼悲观。啊，恁哦，个人有恁个人的想法，不管恁哦什么款想法啦，拢是为恁妈妈好的。我想恁妈妈若知影讲恁这样用心的咧关心伊哦，伊一定心肝内感觉足安慰。爸，啊，你的想法咧？这件代志到最后，还是爱你来做决定啊。医生有讲啦，若无手术哦，恁妈妈还一直倒的啦。啊，不但哦。生活不方便，佫会影响厝的人，还佫有严重的后遗症。假使讲吼，到时咱若是后悔吼，要来补救，今仔就上班啦。所以我是感觉讲吼，有这個成功的机会吼，不如来试看卖咧啦。我嘛希望讲天公伯啊，会当来保庇，保庇恁妈妈这边手术吼，还要成功。爸，我相信爸做这个决定之前一定有想真济啊啦，他应该都要支持一下对吧？系啦，既然爸都已经决定了，咱来对医生靠信心咩啊？咱今嘛应该替妈加油才对。是啊，妈一定好起来，而且哦，拍断手骨断都有用，啊，到时阵等下甲我挂去。看是要人头人穿，还是拍领导，一定无问题。好啦，既然恁大家拢认为讲这个办法真好安尼，哎，我也无意见啊。爸，我就照你的意思去做。对啊，我今日代志较少，我用去病院啊。哦，好啊。无你病院等我，我先看过。哦，嗯。喂。你好，我想要去食海产，你来食吧，好不好？妈，阿姊，我今日我要去病院看林文妈呢。明仔载才搁去就好啊，是安怎一定要今仔日啊？袂用你啦，我已经拖足久啊，我答应你，我无去袂用你啊。无安尼啦，我明仔载我再陪你啦。我就知影，一定是林丽芬叫你去的。奇怪呢，伊家己照顾就好啊，是安怎一定叫你去？无啦，其实我唔是安尼讲，丽芬的妈妈是我的丈母，我做人囝婿，我关心是应该啊。好啦好啦好啦，英雄重要。对，你拢是甲伊安排好势，才轮到我。好了好了，安晴，你莫生气啊。无较晚嘞，我再敲电话给你，然后看啥物情形。然后我即摆要管个病人，我袂好啦，吼，歹势歹势。哎呦哦，莫阁讲啊，莫阁讲啊，哎呦。我咧听你安尼讲吼，我咧笑噶吼，阿妈感觉吼，我这椎间盘敢那安尼有刷骨落存啊咧。阿妈，这叫做另类疗法，笑笑咧，就去刷回来啊。哦，遐熬咧哦，啊，那你这是倒一个月歪理哈？你去美国才几个月呢？啊，回来，哦，啊，你都有
看病做医生啊，过要治阿妈的病哦。当然咯，阿牛喏，牛噶安尼。谢谢，今日跟阿妈讲笑话啊。是啊，这是我为美国找的快乐特效药，是阿妈的专利。嗯。哎，妈，啊，隔壁陈阿姨嘞？出院啊。哎，我看伊哦，家己一个人，安尼孤孤单单入来住院。啊，要出院的时阵嘛是家己一个人嘞，款甲大包细包，因翁啦、因囝啦、因查某囝啦，大家拢无闲通我来接伊。看到是知影足心酸的。妈，你毋是讲迄个阿姨常常咧病院行呾，无得靠是叫厝内面的人莫来啊。啊，都准做真实是安尼啦，啊，因厝内的人，啊，真是有影忍心安尼看伊家己一个人坐车回去啊。你敢知影讲，伊迄腰的生骨刺，伊的镜头是安怎带来？伊讲伊少年的时阵哦，对因翁伫咧白路边搭，爱拢跍咧涂骹咧洗碗，洗到尾后怎带这个镜头？伊安尼一世人为着家庭，为着囡仔伫咧打拼，而且食老辛苦病呀，竟然无甲一个时势来关心伊，唔值啊！实在是有种唔值嘞。阿仔啊，我的阿妈比别人较好命啊。哪有啦？哪无？大家来看你，都爱徛伫边啊，有当时连位都无通坐呢。这就敢那是明星办签名会同款，搁爱排队才轮得到甲你讲话啊。嗯，啊，你即摆是把阿妈当作大明星就对了吼。我即摆是倒伫这张病床嘞，即摆是病人啦，唉。就算是白人，嘛是大明星级的呢。嗯，我甲你保证，等你手术了后好起来一天，大家拢会冒一束花来接你。顺便哦，甲你办一个 welcome party， 热烈欢迎阿妈回家哦。嗯，我你今嘛是真想要甲阿妈当作是大明星就对了哈。还是当然啊，我的阿妈本来就是大明星。哎呦，萱姐啊，你这支嘴实在是足甜的哦，无怪阿妈才会听你听的有心啦。哎，你安尼提早回来也对啦，有你安尼提早回来陪我吼，安尼我就用个安尼较减少安尼不出力骨碌工。好。我干嘛来？啊，哎呀，安姐来嘞。来，李爸爸哈，坐下。来，请。来，萱萱啊，这个叫安琪阿姨，伊妈妈金凤啊吼，是阿妈较早去办真好的姊妹仔伴哈。安琪阿姨好。你好，你应该是丽华姐的查某囝哈。嗯，真水呢。谢谢。安琪啊，坐啦。坐下。是的啦。我应该早就来看你啊！哎呀，但不是什么大代志啊，我呢麻烦你来走一撮。听我妈讲，你是在教歌戏的时阵，无说你去断掉的。今麦有较好无？哦，有啦有啦，有较好啊啦。那你会放心吗？啊，对啦，阿姨，这是日本进口的令糕，我唔知影阿姨介意食啥，就干那知影要做尔。哎呀，安琪啊，你那遐耽误啦，哎，那好意思，我让你破费啦。没啦，多谢吼。丽芬，听讲这几天拢是你的病院照顾阿姨的，足辛苦的吼。这拢是阮做查某囝应该做的，哪会辛苦啦？你哪知影这几天我嘛是为你照顾的？我是用药的啊，你看，丽华姐拄对美国回来，啊，李姐又开始吃头路啊。文姐，我是查甫囡仔，我想这个家就敢那你，才会担起这个担担。多谢你对阮家的人拢这么关心啦，每一个人的状况你拢这么了解。我这就叫做社会脸盆啊！我妈一直跟我讲，较早伊在戏班哦，一直真照顾伊，伊叫我一定要把这份温情永远记在心肝内。嗯，对呢，阿姨，这应该是叫做知恩图报。也是叫做假规矩拜求头啦，对吼、哦，
歹势啦，我的台语无啥好，常常讲唔对。丽芬，你了找时间休困呢？啊，照顾别人足辛苦的，而且红晒，佮无常常陪你身躯边，你就忝的吼。安琪，哎，你最近真无闲，敢毋是？你妈妈有常常打电话我啦，伊讲你安尼无闲，刚好连陪伊食饭时间都无。妈。李尚。哦，萱萱你对啊。嗯。哇，变漂亮了哦。你也有熟男的味道啊。卖球啊。妈拍摄啊，最近公司较无闲啊，所以。我知啦，我知啦。丽芬拢有甲我讲啊啦，哎呦，你公司都咧无闲，你都毋去半工来看我，你哎，啊你，你搁做物件来哦，哎呦，你家己的人，你惊迄个气氛，你要创啥啦？哈，老律师是专工来看嘛？老律师，Kelly 的官司拍了，我拢未正式起来说一声吼。唔免啦，代志我慢解决就好啊。而且我替你拍官司，也不是为着你跟我说少多声。你对啊，即卖医生想怎讲啊？敢一定要动手术啊？妈，我袂好甲你讲啊。拄则阮大家伫厝内讨论，为着要彻底解决问题，阮拢希望你会用接受医生的建议。你拢知想我开刀，大家拢是为着你好啦。虽然已经有无同款，就亲像大姐，伊是反对你安尼去冒险，伊认为讲无得卡继续去做复健，就应该慢慢好起来。所以即马只有大姐一个人反对啊。不管是赞成啊反对，大家要甲意见讲出来时阵，心内拢真加紧。啊，无恁即马是决定要用投票，啊来决定我的未来。不是啦，妈。是爸决定的，伊不忍心看到你逐天忍受这种痛苦，所以把你手术来失败了。妈，唉，不是我拢会想对爸去啦，我实在是做无想要让你爸过压力啦。我家己的身体吼，我家己先受就好啦。好啦好啦。妈，你的健康是咱全家伙的责任嘞，无需要爸一个人来担，嘛无需要你一个人负责。阿姨，你真足幸福的呢。虽然讲你人身体无爽快，倒伫个病院，啊，不过恁厝里的人哦，倒伫你身躯边，安尼陪伴你、照顾你、关心你。连你上望伊的囝婿，拢专工半工来陪你。有遮尔侪人伫照顾你，我想这手术一定会真成功的。安琪啊，多谢你啦，多谢你的祝福哦。我明仔载就叫我妈做去庙里拜拜。求菩萨保庇阿姨，会用早一日恢复健康。免啦，安尼麻烦您啦，好意思啦。没啦，免哪会麻烦。啊，多谢啦。妈，我先煮个水果，大家做去吃啦。好啊，爱离婚啦。啊，无你就下一个安琪提来迄另外啦。好，请大家吃来。我送老律师去楼下坐。唔免啦，我该怎样咯？阿姨，祝贺你早一日恢复健康。多谢。妈，我先去你啉吼。免啦，我袂醉啦。我就啉水啦，我天烧水，我马上去办，好。乖乖啊！看起来真好食呢。妈，啊，建豪平常嘞，
安琪，我去办公室有代志，伊都爱赶紧倒转去啦。啊，建宏去你滚水啦。是我叫建宏去的啦。那安尼，这苹果要安怎？哦，你不是讲真好食，好食你就加一寡。系啦系啦，去台岛啊，我先妈妈食。你好，这机会该算嘛？这嘛，刚刚不够清楚。你先去便宜对面的咖啡厅等我，我等你随过。现在还要等？你是不是刚刚跟我清楚，这边哪里要坐飞机啊？安妮啦，你先去，十五分钟你后我一定到。而且我保证，我绝对会迟到。好。 安琪阿姨送的苹果，叫我吃呢。嗯。嗯。你还有嘞，你家己吃。好，你吃。阿妈，我哪会之前拢唔捌看过安琪阿姨啊？安琪妈妈金凤啊吼，阿妈是过了十年的朋友啊啦，啊但阮足久无联络啊，啊拄一开始吼，我嘛唔知我安琪就是金凤的查某囝。 这滚水哦，行下你行啦，我够不方便。哎，你刚来走一抓，就得嫌麻烦了。小阿姨是一天走几啊抓呢？总经理，后盖哦，若要来看阿妈，上好是把你的秘书做伙带过来，安尼你就免麻烦做遐代志啊。 无啦，我以前唔是讲你嫌麻烦啊，啊，只是讲这病因设施本来就是爱体贴环境啊，啊，其实几个茶水间都本地都解决啦，敢不是？嗯，讲了有道理呢，安尼我来上网到院长信箱建议一下。来，我有代志呢，没麻烦啦。有代志啊？是啊。你是临时要去见客户，还是要等去公司开会？ 我们想讲要看迄百货公司开啊袂啊，我要替你买精油啊。买好了，我想等过妈啦，啊妈最近拢去照顾弟弟真辛苦啊，我是讲带妈出去食一顿。啊，对啦，啊你若有时间哦，你就爱较食饭钱唔济啦。啊，即阵啊吼，丽芙拢伫病院咧照顾我，啊伊一个人吼，后壁来后壁我，伊实在是有影真忝啦。啊你若有闲吼，你就较食等去厝啊，看有啥物所在啊，到三工啦吼。 我知啦，啊对啦，囝哦，啊你替我甲钱问讲一下，你甲讲，我再甲石西参详看卖啊，看是要请牵护，还是其他的方式啦吼，啊尽量卖予丽芬来我遮顾我，啊伊就较有时间待厝的照顾弟弟啦吼。诶，妈，你卖咧想啦，我嘛意思唔是讲你嫌丽芬讲无当去照顾弟弟，是惊丽芬受忝啦。 好了妈，你卖小小姐，你好好休困，啊，我有时间我再来看你。哦，好啦，好，好，好，不用你去。啊，你莫我来哈。哎，等等，精油免买啊，否则我无时间享受啊。妈一个人伫厝内，拢会乌白乱想，我看你还是直接回去替妈照顾弟弟较实在啊。哦，好啊，哎，萱萱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好，好。 啊，结婚这么多年，个会当请你甜蜜，实在让我足心酸的呢。等我。
美式咖啡。阿姐，你听我解释。我无想听，我干那想要知影，我送乎你的手环，是安怎在你未婚手头？你敢知影？迄对我来讲有啥物意义？迄是咱两个人的定情物，迄是咱两个永结同心的信物呢。我送乎你的时阵，我跟你讲过话，你敢拢袂记哩啊？阿姐，我无放袂记。你手环送乎我时，我就已经挂在手啊。我当去找想，我袂记哩，袂记哩，甲藏起来，把裂纹看到。我找无其他的理由，我只好送乎伊啊。你无想要跟我永结同心，所以你就送乎伊，乎伊一日到晚挂在手头。阿姐，不是安尼。我这人无啥会讲白贼，那时阵我紧张，敢唔知要讲啥。我除了送乎伊，我找无其他的理由。那恁是安怎要骗我讲，你揣在保险箱内底？我若是甲你讲，我甲手环送乎丽云，你绝对会掠狂嘛。即摆好亲目睭看到，迄对我来讲是最可大的伤害。多谢。阿七师弟，我唔知讲你要去病院。所以是我唔对，我无应该无经过你的同意就走去病院，我无应该目睭遮尔大，看到迄手环挂在林丽芬的手头。阿姐，我唔是你意思，我意思是讲，我会安尼做，迄是因为丽芬是我的太太，我是真家己无唔对。不过我大部分的时间，我系尽一个做人翁婿的责任吧。你了解我的苦衷啊？你爱我体谅你，奶奶我的痛苦，有啥会当了解？就因为你是别人的翁婿。所以不管我做任何代志，都敢来咱做菜同款，袂见证。我着做到安尼啊，敢讲我阁无够体谅你、体贴你？阿姊，你较冷静者。你手环只是生活一部分，啊，我对你讲过的约束，我拢记在心内。一个手环，敢会比讲我徛在你面头前，还是讲我活在你心中，搁较重要？迄对我来讲，毋但是定情物件。更好，因我袂用公民进来甲你结婚。我袂应该你有结婚证书、结婚手指，我干来用迄个手环甲你先绑条的。怎啊？你竟然甲迄手环送我林丽芬？你到底甲我做咧啥？阿七，你莫激动啊！无唔对，我确实是无应该甲这手环送我丽芬。不过若无用这个手环甲丽芬的嘴贴，咱丽芬会怀疑你遐去的。你的妈妈甲丽芬的妈妈是好姊妹阿婆，丽芬若知影咱两个交往，你妈妈绝对会逼咱两个分手的。我咧嘛是咧保护你，我无耍你的保护，我为着你，我甲文林淡头回失的无感情，我甚至想要反背阮妈妈，甲张静丽相认，我拢唔惊阮妈伤心吗？敢讲我会惊林丽芬知影讲我是你红婿？好，我无迄能力保护你，就讲咱开始讲到即摆哦，拢是你咧照顾我，你咧保护我，安尼好不好？你敢知影？我今仔日先做走去陪。我想要当众人面头前证明，讲我伫你心肝内到底有啥物地位。我想要知影，我为着你牺牲这么侪了后，你会伫林丽芬面头前有啥物态度对待我？但是你种做法对我无公平。咱谈到到底的时阵，我把你当作女王在哄待咧，这是我欢喜甘愿，这对你嘛是一种褒奖啊。不过你免要求我伫众人的面头前对待你，就亲像我对待丽芬同款，这比较一点意义都无呢。所以，我永远干那会用偷偷爱你，偷偷安尼眯起来。我唔是做贼，是安怎我袂用公民进来向全世界宣布讲我爱你，我爱皮建豪。阿七，伫这个时阵，你问这种问题是无意义的。咱一开始交往的时候，你就要知影，咱的关系是袂用公开。你若是因为讲我甲手环互丽芬，你敢在想计？但遐我用家己现实的，啊，我你袂用因为用这点，你来逼我甲丽芬扯啊！所以想要跟你爸同款，双脚踏双船。阿七，我无迄个意思。今仔这段时间我非常痛苦。我夹在你甲丽芬的中间，我受着道德良心的谴责的。我感受着我妈啊，搁丽芬爸爸的压力。你敢知影我一阵仔讲的白菜，是比这世人加顶世人搁较济呢？你所受的痛苦，绝对未比我较济。你敢知影？你是逐天等于陪恁太太，啊，不过我是逐天摕手机啊，等你打电话给我。阿姐，这是我家己做得来。阿我离婚的，伫我陪你出差、陪你过暝、陪你食牛排、饮红酒的时阵，离婚是你找的，一手弟弟抱的，一手是一角银一角银算的。你替我出的欠更加侪钱，要安怎替弟弟欠更加侪教育费呢？离婚无做了唔对啊！是安尼，伊还承受我这个反背翁婿的痛苦。阿姐，
替我拍官司，你出钱甲天龙股份买落来，你为着我，甲张正德烧钱，这我拢甲你记在心内。按我丽芬有我付出的，绝对袂比你为我付出的搁较少。丽芬为着我，伊今日去灶卡下油烟落地卡，为着我去担这个罪，这都是伊做我太太所爱承担的一切呢。你叫我袂用告诉你，难道我问你，丽芬伊安尼伫我背后点点为我付出，安尼伫保护我，安尼伫照顾我，我较袂用告诉你。你免阁讲，我无想要听。啊，真袂激动。我讲这话，我不是要刺激你，我只是要让你知影你这段感情，牺牲付出了，不是干咱你一个人。你走，你那是林林美芬比我搁较重要，好，你要倒去叶圣姑边做一个好翁婿、好爸爸、好囝婿。安琪，你走，我拜托，我一个较亲近好不？明仔载我再打电话你。来照，拜拜。辛苦了哈，再见。不要紧，你要跟我结扣扣，我就陪你算。为今仔开始，我逐天去陪甲乱，乱到你把钱吐出来为止。收到了。什么叫你借啊？无啦，啊你回来啊？是啊，啊你拄则咧讲钱收少是，无法度啦。人迄钱吼，永远无咧嫌多呢。啊像我，我趁钱哦，我著永远感觉哦，拢减一个零啦。所以啊，你的心情我会用体会。也毋过吼，规规矩矩咧趁哦，钱总是趁较慢啦。啊，所以哦，唔知有遮尼侪人想要去偷，想要去抢。是啊。哇，陈宝啊，啊，即摆生意愈做愈好，啊，发票嘛愈开愈多呢。唔知影其中有一张会得特奖无？吼，迄得特奖，迄个是人客着你欢喜啥？嗯，若真正得特奖，嘛会当宣传啊。连这你啊，你想，你真正是吼规头壳拢咧底钱。是规头壳拢咧底钱，迄是因为哦，咱大家目睭背金吼，拢嘛真咧做人。你讲是毋，明秀？是啊。三宝，这一定各位笑吧，啊你就是咧看是毋是有颠倒着？哎呀，免看啦，既然吼阮请你来欢笑，就绝对完全信任你啊。啊，不过哦，你也是爱替我检查一下，啊，无底卡我有算唔对的所在啊。大姐，歹势啦，啊我甲三宝今日真正足忝的呢，看在数字哦，看目睭拢花花，无灵光啦，咱再找时间来看好不好？好啦，多谢你呢。差不多爱来动啊。啊对啦，啊你迄冰箱的温度有调无？啊，佮有瓦斯的迄总开关有关无？你放心，拢顺过啊啦。这样搞。姐，啊你今日小龙顺好啊嘛吼？顺好啊。啊。老嫂，无你顺顺啊，送你回去啊。免啊，计明秀等下来载我，我伫遮等伊就好啊。哦，安尼哦，无你先来等哦。哦，好啊。行。先走。啊，卡早休困嘞。好，再见，好，再见。三宝甲林慧这么信任明秀，唔知伊甲苏宽到底变做一出？别只说去拄着土豆林，啊你唔着变成乌豆林啊？规碗乌飕飕，啉落去哦，假死都唔知哦。
咱三宝站生意吼是愈来愈好，啊有一挂人客吼来几啊桌，已经变成老主顾啊。是啊，你会记得袂？有一个人哦，大概来拢买20粒，我真正想袂到，竟然有人这样吃肉粽的啦。迄不是爱吃肉粽，迄是找机会吼来跟你抬杠的。安怎啦？吃醋？拜托的，伊拢会当做阿公啊嘞。我吃醋。哎，你唔在吃醋，等下我无吃醋，你就烦恼啊。嗯，烦恼。大姐，你看起来面色无啥好呢，你若无爽快是？无啦，啊看你两个咧长甲面甜哦，我做形神的，所以我来点点啊看。诶，唔知哦，妈今日敢有准时食药？我来问看卖哦。嗯，妈有留字条呢。啊，要，来来，我看。啊，妈讲已经困啦。啊，桌顶的水果是今日才买的，啊，冰箱哦，搁有准备宵夜呢。啊，若是巴肚枵哦，微波一下就会当食啦。阿妈今日吼为菜市买水果安尼就好啊，伊吼加出去行行，心情较开。是啊，啊，搁有呢，大姐，妈讲你这两天哦面色就歹看的，你要注意家己的身体哦，你看。逐天吼拢早早起床，啊我晚才转来，啊拢无机会吼甲妈见面讲话。啊不过逐天暗时转来吼，拢有看到妈老二条，这表示讲吼，伊拢注意咱情形，足关心咱的。是啊，啊虽然讲哦，即马平常逐天拢出去找头路，到即马拢未找着，啊不过伊无失志啊，我相信总有一天哦，一定能找着的。啊即马咱的生意哦，算是稳稳啊赚。生活阁会得过，咱咱的生意吼会当愈做愈稳定，咱就会当欠一寡钱。咱欠有够的时阵哦，咱就莫阁租厝，归去哦买一间厝来住，好不？好啊。那是吼，咱的生意每个月拢这么稳定吼，咱大大欠应该是无问题啊。嗯。哎，姐，还西瓜足甜的呢，要吃无？嗯，你吃就好啊，我无胃口。大姐，啊，你这几天啊，拢无啥爱讲话，嘛食足少的呢。你若真正伤忝哦，归去莫要紧啊啦，休困几工好不？我真正无代志啦。啊，你大家哦，伫咧店头走，看你走来走去，比我搁较忝。啊，你辛苦几工啊？等下哦，你辛苦洗洗，啊，较早休困的哈。我先去摆困啊。无啦，大姐，啊，你身体真正无要紧哦。我真正无啥啦，免烦恼。我先去摆困啦。好啦，无晚安，好，晚安。姐，晚安吼。来，水某食水果。哎呦，我家己食就好。我饲你啦。你是吼肉粽最新的，我肉粽最新。哎，你是肉粽王子呢？啊，你也我王子哦。啊，你看你的面，你肉粽。喂。真无简单，生意才慢慢好起来，生活嘛开始稳定啊。大家拢这么打拼，我今嘛那是家己提好收款哩，唔是无采大家哩这段时间做甲大力歌、事业歌。袂用的，我袂用好苏宽林甲这个家乌甲龙家煞掉。不过苏宽林迄个死拉鸡龙，咱真正找兄弟来讲掉，我是要安怎？插线哈！你是莫变鬼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今日才发现讲哦，三宝甲林慧根本就无咧对上的啦。
因嫂为啥哦，拢放予明秀去看呢？三哥林辉哦，若果咧无要无紧哦，死狗啊，只要叫伊看看去，因就要哭我目屎啊。嗯，你果然怀疑明秀，还佫说喊你来交接哦。哦，咱哦，逐工在遐乌白相嘛，毋是办法啦，过去啦，找一工吼来问明秀啦。哦，较免一下逐工咧疑神疑鬼。 我是偷偷去看到吼，伊甲苏宽林有联络呢，啊，我是要甲问啦，啊，我刚刚要甲问讲吼，林秀，我看到你甲苏宽林咧交接呢，啊，借问下吼，你有啥物计划嘛，甲我参考一下，我敢会安尼讲呀？无你想啦，因按怎安怎做？上夭寿的吼，就是甲你家共款，甲咱所有的财产哦，拢怪怪去。 敢若以前人吼是无迄个本事，啊，毋过吼，若加咧乌心的土豆林，你啊拿吼，迄个真歹讲。我已经收款，你倒五千万啦。我绝对哦，袂用讲会当作拍哪咧讲啦，一定爱趁明秀啊行动进前哦，该动起来。咱即马只是咧摇尔啦，应该甲代志查好清楚，确定有即件代志，咱才来讨论应该安怎做啊，毋通想妄动。 到时阵若拍歹吼，清家之间的感情，会互林辉歹做人啦。我知啦，我会注意。刘伟，安琪，只不过你无来找我，我过来找你。是你啦。 我今日咧生气，你若真正遮尔有心，就袂像这样子啊！你根本就想票。即嘛，不管我安怎做，你拢袂满意啊，敢是？至少你嘛表示一下啊，证明讲我伫你心肝内比雷文佫较重要。阿姐，我真爱你。 我嘛真感激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啊，我有连我弟弟这个责任，我袂用讲为着咱的感情，我都来放弃我的家庭，你知无？我真正做袂到。你有家庭爱过，我会用体谅。啊，不过更好，我真正无想要继续跟你讨论案件过日子啊。我来讲过，这是不得已。更好，你先听我讲完。迄天在病院，我看到雷锋看迄个手铐的时阵，我心肝内。 开始受到真大的打击，我伫咧想，若毋是因为咱这条感情袂记账，你也袂甲手铐送予离婚。建宏，我真正无想要搁发生这种代志啊！若讲发生一届，我感觉去死。头一届我失去你，我也因为着你伤害我家己。这届，就算讲爱我去死。 我绝对无可能放弃你，安琪，你明做出什么无理智的代志，安尼我会后悔一世人啊！奶奶，你即马就莫阁丢毒啊！将来你才袂后悔。建宏，你真正愈来愈痛苦啊！你敢答应答应我，我公平正大做你的女朋友？安琪，你安尼是你逼我放弃我家己的家庭，你知无？你莫怨叹我。 你应该真清楚，你是无可能永远能免得顾会着。你总有一天爱做出一个决定啊！既然呢，你现在毋即马就做决定，好，大家拢解脱。建宏，自较早你都毋是一个阿三里的人，每项代志拢是我替你做主。即马你甲离婚结婚了后，到即马拢是共款。 既然你无法度做主，就换来决定。你别学袂来呢！你放心，我袂学袂来。我已经想得真清楚啊。这届我若是搁失去你，你应该知影，我会选择倒一条路。阿姊，阿姊。 Give me, we're going to go.
早茶。早茶。阿兰，你家咧饲，这工课哦，放我晚上去做就好啊。不要紧啦，阿贵你我今日较早来的啊，我先煞哦整理一下啦。多谢啦。啊，我拢整理差不多啊，若无其他代志哦，我来去扫卡啦吼。大姐，米秀啊，你坐一下，我有话哦，想要甲你讲。是啥物代志啊？不要紧啦，啊，你有话你就直接讲啊。啊，着你来遮嘛做一段时间啦，敢没关系？恁大家哦，拢这么照顾我。我咋的关系啊？啊，你嘛知影讲吼，我这个人吼个性真直啦，啊，有啥物话我拢直接讲的呢。所以讲吼，你若有啥物问题，还是啥物需要吼，做你讲出来，我已经无把你当作外人安尼。所以啊，有啥物问题拢好参详。多谢你的关心啦，啊，我今嘛一切拢真好。我拢知影啦，你对恁二家吼真有责任感。啊，恁厝的吼，若有啥物需要，你嘛应甲阮讲啊。是啊，啊而且吼，咱做人吼，莫甲钱看了伤重啦。啊，像咱安尼，即摆咧做伙同心在拍拼，安尼毋是真好？是啊，我即摆嘛是安尼想咧。对啊，啊恁拄则毋是讲有代志要甲我讲，是啥物代志啊？阿阮讲遮尼多，你搁听无？什么意思啊？来生做一半枝，点点做你。